我不能再跟男代表携手合作。让你这种女人坐上这个位置的是安志荣吗？你一定会后悔今天的事。我们业界啊，针对委托人必须做详细的调查，你呀，被查出很多哎，我要结束所有的委任关系。原来你就是吴顺尚，为什么观察我？吩咐你做这件事的人是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 ，High Class《亲爱的谎言》全台首播。